在今天如此浪漫温馨的时刻，我们的南方主婚人钟爸爸充满了许多的感谢以及感动。现在就先将时间留给我们的南方主婚人。他说他只唱一小段。真的假的？他只唱一小段。装吗？对。现在多少年？你猜。我要拿小抄。我有小抄。这位，这位三名，这个温赛哦，那边这个班主任哦，他这边安家是万华是漫画对不对？所以我有一个改编的一条歌叫做《火车火车滴滴叫》，你六点十分就到漫画，漫画今仔新娘是水甲笑，我今仔要来带伊做新娘，做太太。可以上来。外面，还是要解释有人听不懂啊。今天你们冒着很大的风险，开车、搭高铁、坐捷运、坐火车，外面的风是几几角，六点十分，有时更早，你们就到板桥了，来帮帮嘎，给他帮嘎，得来天样的新娘，美丽又聪明。我儿子来娶她当新娘当太太，对不对？我儿子有交代啊，说不能说生又发啊，所以说我就说做太太跟做新娘啊，那这样比较正式一点。各位长官，各位长辈，请答，抢没？各位亲爱的贵宾、女士、先生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ようこそ。台湾人啊，那大家安安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是吼。今天我是中田联姻的南方主婚人啊，那如果讲台语的话就是中田联姻嘛哈，如果讲阿伯标准的就是建长联姻嘛，其实建长哈，其实种田是一个非常神圣造福人类的工作，所以我今天啊，我南部的种田的同学啊，有寄凤梨来，我到中华路我就请人家。水果帮我打果汁，所以现在你们可以喝看看，那个凤梨汁啊、哦、是可以抗煞的啊、哦。那虽然既是抗煞，现在是抗肺哦。接下来我要简单的介绍新郎新娘啊、哦。新郎是我的大儿子啊、哦，在就读民传大学设计系啊，他就认识了这个同班同学。其实他们是不同班，同系不一般的哈、啊，啊，认识之后就从日间部的同学变成夜间部的同学，经过11年的交往啊，现在终成眷属，希望各位以后多多提携关照。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心脏很大颗，我的兄弟姐妹。还有小朋友，然后的小学同学，我四星的同学，还有中山很高的同事，还有退休的同事哈。在此时刻哈，你们来参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们亲家很客气啊，我要亲家要不要谢谢？讲一下谢谢。他现在变主持人了，对，变主持人，他在那里串场，双共来参加哈。巧梅，巧梅，巧梅是我刚学的那个客家话哈，巧梅就是那个亲戚妹，巧梅就不要讲到草莓哦，草莓变成那个是巧梅，巧梅是那个亲家娘，所以我就不用多说了哈。那谢谢他介绍我。我刚听这一下啊，新娘，他们有日本的朋友来。有日本朋友来。谢谢大家今天特别来，那我们就
好，接下来呢，来我们先回本吧。还有我儿子，我儿子来。我觉得他可以开动了。这样哈，这是我的贤妻良母了哈，一个叫阿麦，阿麦啊，不是阿妈哦，阿妈 OK， 一切都 OK 了哈。我替你讲啊，谢谢大千的同事啊，谢谢高雄来的树德十朵花啊，在后面。我们今天就不主桌敬客了，我们就在到时候我们就。在台上敬酒敬酒就好啊！今天备了很简单的酒菜，然后大家尽情享用。啊，我们来牵手鞠躬。好，鞠躬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紧接着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斟满您拥有的酒杯或者是果汁杯，并且高高的举起。稍待一会呢，倒数完三二一，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恭喜，然后我们一同干杯，见证幸福喽。好，高举你们的酒杯，让我们的双方主婚人以及新人看到你们最深最满的诚意喽。三二一。